小姐不好意思，它不咬人的，你放心。它是也想吃吗？没有，它可能就是单纯的好色吧。你还坐着看了，走了。平时也喜欢这样扑人吗？没有，它眼光老高了，只扑你这种美女。对。好可爱，它叫什么名字啊？它叫维尼。多大了呀？我27了。我单身狗不叫狗是吧 ？OK。哎呀，它好粘人啊！对，是挺粘人的。它可能看你家的狗条件比较好吧，想跟你回家。对。不行，不是你的主人。听到没有？哪有这第一次就跟人回家了？你别老蹭人家了，微信都没加呢。不是，你别光笑呀，我暗示的还不够吗？这时他在拿手机了。你也住这个小区啊？哎呦，那挺巧的。那我先走了啊。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走了，维尼还搁这儿。兄弟们，昨天的小姐姐好好看，所以我决定。哎呀，我，来了呀？他带我来的，我还奇了怪了，怎么把我往你家带了？他那么聪明吗？他可聪明了，我跟你讲，他还会后宫翻的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来维尼翻一个，快翻。哎呦，他可能跟我一样，第一次来女孩子家里有点紧张。那你们进来坐坐吧。啊，行，坐坐，问你，咋感觉跟回自己家一样？哎，你看他们相处的多融洽呀。哎呀，可惜我一会儿就得走了。你以后可以经常带维尼过来玩。咱俩啥关系啊？我天天带他来玩。肯定是普通朋友关系啊。咱不就不能升级一下吗？你不觉得咱很有缘吗？你看大家都养狗。哎，这样，要不我把维尼放在你家养一段时间，可以吗？啊，到时候不会以看狗的理由来找我吧？怎么可能？你知道它多能吃吗？一个月干我7-8袋儿，我就想放你家，我能省点钱吗？6，不是，你听我几句也是。维尼，吃饱了吗？回家。